听说哈是先上了车后补的票。疯子成婚呀，那这是？是噻，现在不是怀旧，哪个想不开结婚了？这话不利于团结哈，撤回。估计这酒席哈，300块钱了不得。我才刚包了600，还包600块钱？哎，这不是胡姐家娃娃？家奶奶。哎，跑啥了你？你还能跑得出奶奶的手掌心了你？哎，这个娃娃有自闭症，你跑这些？啥自闭症了？那都是家长惯的。来，家奶奶。鲨鱼呀，鲨鱼那奶奶把你头咬下来了。哎呀呀，你不要吓人家，那娃娃有病。我会治，看我家的姑娘那赵凯丽的社交恐怖分子，我告诉你我真的有一套了。来，奶奶教你解放天性啊。来，快点快点快点啊，我们的孩子哈要给我们表演一个啥呀？科目3，跳一个。哎呀妈呀，我还要练嘞。哎呀，咋告诉你啊，什么自闭症了啥，都是那西方文化的渗透，再不行的话你喝点中药就好了。这是把你狗脸摸错不懂科学，我就看下那个邓家那个小孙子。哎，我也去嘛，奶奶一会儿过来抽查，咋子咋子，快点去。邓琴呀，能不能说下来？也加点心意嘛，大胖小子呀，好福气啊你！哎我说的来，有福也有气了嘛。这天天阴阳怪气了。哎，你家那儿媳妇儿了？人家得了那个抑郁症，咋不说抑郁嘞？抑郁？那我每次看见你，看到乐乐呵呵，挺开朗的呀。谁说的啥子才和抑郁症，懂不起？装的，绝对是装的。现在的小年轻啊，动不动就抑郁症了、emo 了，有吃有喝的一个二哥哈，那比他们过得不好的那多了去了。你说我哈，我们都是那生过娃的人，我们当时也没有听说过老婆带我产后抑郁噻。生娃了嘛，还不是要下地干活了噻？多刷点搞笑视频就好了。哎，我不说了，说多了脑壳都痛。哎呀，就这能咋了？哎，我抱抱来，我帮你抱抱来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大胖小子，哎呀，这是刚才找奶了，现在还看着大耳朵你都是空的。那个啥，那我有点难受嘛，我先回呀。啊，你身子不舒服吗？哎呀，咱们家一千年都不起来，走啊！我不想吃，赔钱活，你管事了。来，我抱一下。老张，你帮我看看这。这是咋地来了？这是？哎，咋哭来了？你咋来了？你不敢哭吗？咋了？刚才我跟你讲哈，你那天没吃饭太亏了，那个螃蟹我吃了8只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嘛，我现在螃蟹确实一般，王八我吃2只，你把我顶到了。有人碰你胸，你是啥感觉了？哎，要看哪个碰噻，你18岁跟81岁的碰肯定不一样噻。你是哪人没对了你？我跟你说的，你不要笑我哈。虽然确实是有点好笑，我给冰了。啥冰啊？咋了个呢？悲伤乳头综合症。哈哈，啥子？悲伤乳头？老子活了一辈子第一次听到哈，你自己起的啊？我上网查了。哈，那我也有病。哎呀，我的病就是悲伤钱包综合症，我一摸我的钱包啊，空空荡荡的想哭。你能不能相信一下科学了啊？那就是我这病了嘛。哎呀，我自己一碰到哈，我就哎呀空虚，然后难受的不行。我自己摸的时候也空虚。没有骗你们，就是那心理疾病。装乖，你现在就是生活太安逸了，你到那个农村，你干着活路，你哈就对了。我跟你在这说的城门楼子，你跟我说的胯骨轴子，真是病！你快算了你前几天那个自闭症那个娃娃，老邓家那个媳妇抑郁症，人家说也是病，你不是觉得没啥子吗？他们那是不是？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我这是病。那你也看点搞笑视频，给你那个咪咪看哈，就不悲伤了。有病了你，这真没有同情心了你，那么冷血了你，我真是瞎了我眼啊！我真的是和你当朋友了，我还和你开嘛开嘛，那个棒棒打到自己身上，晓得痛，走嘛，带去看医生，看下你那个咪咪。找个那年轻点的医生，我就没那么悲伤了。你快算，你在装疯卖俏。